跟我说什么？你要不要跟爸爸说？马肚，妈，我要跟他打败我的我的大哥哥哟！我们现在在桃园八德的老虎欢乐世界玩。耶！小桃子已经一直吵着要去玩车车了。好，我们去看看今天他要开什么车。我今天想要开那个蓝色的吧。好，我们去看看，等一下你再自己选。好玩而已啦，蓝色啊，你不是说你要蓝色？你不喜欢这个车子啊？好，那我们去找别的。另外一个，没有看到大斗鸡。有吗？有，你看。好，那我们慢慢找。这个爸爸要问老板有没有坏掉啦？没有，这个是好的。哦，这个是好的，好，那你就先订这个喽。这是什么？哦，好骄傲。好，那你要说出发。出发。刚才的闪射的后面也有爆，前面也有爆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多炮要打爆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后面还有灯会亮哎，闪一闪的。好快呀、哦！对呀、啊。这么快啊，比前面还快呀！你要看前面的车，我们要撞到别人哦。对，等一下，哇，你的引擎还会亮亮亮哎！哇，有一个黄色跑车，你是超级战斗机。这边有人在坐火车。啊！你超级快哦！你在乱转弯是不是？谁把你我干的都撞上？撞的都好快！我刚才朝那个洞刮过去，我的大。小心！好，你要看前面，对不对？开车要看前面。小心要撞到你了！你好像美国队长的战斗机哦。美国队长的战斗机这么厉害呀、啊！怎么后退？你撞到轮胎了，对？好踩。哦。哦，小桃子出车祸撞到了，撞到轮胎要摆回去。好，转弯转弯，来。好，这样可以。开车没有看路就会这样，对不对？小桃子放开方向盘，这样开飞机可以吗？这样会撞车吧？哦，对，我的都快要赢你了，快点保护啊！快点保护啦！龙来抓你喽！咯咯咯咯咯咯啊！哪有人乱打？你都不看，你要逃走啊，对不对？哇！大恐龙来了，要抓小桃德喽！啊！怎么办？抓到了！恐龙又来了！恐龙又来！抓住了！怎么办？抓着飞机了！把战斗机打坏，打坏！把你赶走，赶走！好，赶走了，你把恐龙赶走了。哇，有大坦克车来了耶！坦克车跟战斗机出车祸了，出车祸了。好，你赶快开走，海涛，你赶快开走，你开走他们才可以。
啊，对，撞了。这边还有长颈鹿的玩具车，投篮机，还有小朋友玩的投篮机，这个海盗船，还有这个青蛙摇摇椅，还有小男生最喜欢的直升机。谁在里面开呢？是小桃的机长吗？没有，我是直升机机器人。你是直升机机器人哦。Hello， 小桃在开直升机，怎么摇这么大啊？你在飞了耶！你怎么飞起来了啊？摇摇摇。你怎么一个人飞这么高啊？是不是？大姐很矮呀。很矮啊。不会怕是不是？你到底是摇摇摇而已啦。哦。你怎么有一个机器人的手手？这个太难用了，这个要大人才能弄。你看我。屁。你看妈妈。夹。夹东西。夹不起来，怎么坏掉了？有了。我会夹东西哦。阿龙，这个牛奶好冻。这不是牛奶，这个是泡泡。这是泡泡水。我们吹泡泡的泡泡。什么东西？黑武士的卷发吗？啊，黑武士的玩具吗？还是什么啊？有雪宝的衣服耶，小朋友可以变雪宝。你要不要当雪宝啦？哇，这个是爸爸最喜欢的，它可以换眼睛、鼻子哦，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情。哇，这是大飞机，然后还有很多乐高的人。哇，好多工程车哦，大家都在工作，还有直升机。这是 Mickey。哇。小倩的，小倩的积木耶，超人特工积木耶，哇，这个是大恐龙耶，那这个是飞龙还是什么龙？对，它是一个会飞的龙。你是不是已经有这个蜘蛛人了？但是我不知道拿到哪里，在家里，我回家帮你找好不好？那个我们已经有了，大坏蛋，对，大坏蛋。这是小朋友赛车的地方，它是不是卖冰淇淋的啊？哦，它是修理车车的，是把赛车载上去修理的。这是有个一一米的大的，对。这个是旋转溜滑梯，旋转溜滑梯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哇，这边还有一个。这个是给阿杰溜的还是给溜的？这个旋转，这个应该是给小姐溜的吧？不是，是给阿杰，阿杰在那边就给溜那个旋溜下来。你想要给海豚溜是不是？怎么这么大？哇，这个好多。这个是黑武士，小白兵的。对，小白兵的。是谁？是史努比吗？史努比好大，这是乐高做的史努比。你看有个大爸爸吧？哇，太大了吧！你看你们这是小 baby， 那个太大了。这里呀、啊，这个是小 baby， 小 baby， 结果小 baby 都这么大了，对不对？上面的大暴龙比你还大哎！有没有好大？我想要这个小 baby， 这个小 baby 好大，这个是超级小 baby， 好可爱哦，你喜欢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！哇，它会叫对不对？眼睛还会亮亮的，声光恐龙有声光效果，这个会飞对不对？有哎，它有亮灯，还会叫，哇，这个好恐怖哦！三头恐龙、两头恐龙，还有紫色的恐龙跟蓝色的恐龙，有没有好恐怖？那恐龙看起来都好厉害哦，对不对？但是
我们可以买吗？你要问爸爸。你有喜欢吗？有。你有喜欢这个恐龙哦？它可以跟哥吉拉打架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那谁是坏人？哥吉拉。哥吉拉是坏人？你不是说哥吉拉是好人？我记得哥吉拉去接到我的照片。你觉得这六个好可爱，是不是？那你要问。好可爱。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你刚刚跟我说什么？你要不要跟爸爸说？好，那我们放回去喽。我们等一下再拿，好不好？这很重，我们晚一点要有要喜欢的话，我们再拿车子来装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乖宝贝。哇，好可爱哟、喔！汤马是小火车。这个也是汤马士小火车，这个是一个船船呢。爪爪汤马士小火车。这几个爸爸，你都记到这里耶。是爸爸车，对，那个是爸爸车。整个地方不都一样的。对，奶奶家也有很多汤马士。这是谁？在这个小鸟机器人。好厉害！这个小鸟机器人。小鸟机器人，小鸟机器人，还有拿这个爪子，还有拿这个剑呢。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这边都是变形金刚。是谁？警惕。对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种颜色啊？我要去上学了。好，蜘蛛人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？地岛外也有的色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他们的枪，美国队长的枪，这是 Yoda 嘿，光剑。然后这还有一个面具。哇，你说他按一下那个灯就亮了，对不对？哇，钢铁人复活。哇，还有大坏人呢，还有奇异博士哎。还有美国队长，好了，你看，哇，哎，这林森索尔好帅哦。那这个，哇，蚁人跟黄蜂女耶。我弟蚁人跟黄蜂女怎么长得怪怪的？长得怪怪的，有吗？长得怪怪的哦。为什么不像电影的？哦，不像电影的哦。你家有这个大玻璃？大玻璃，这是遥控玻璃哦。你家有这一个可以大它大字，然后它下来哦。对，然后它大字，跑然后它下来哦。托尼，托尼，还有呢？我。别的 Super Wings 使命必达，为什么背后有一个皮卡丘？爸爸，这个蓝色的都，这个蓝色的大哥都我不记得他叫谁了。我们没有看过他。然后他一出来就问没有，你看这个玻璃有闪电，他闪电开很快。他的要把这一个恐龙带回家了。你最喜欢对不对？这个是另类。对，最喜欢恐龙了。我们要买这一个。我记得阿杰有几个的，但是我阿杰没有带到。有啊，这个不是紫色吗？我忘记了。好，妈妈拆开来了。哇，你的那只恐龙有几个头啊？一、二。头看起来好恐怖哦！它看起来比那个哥吉拉的嘴巴还要大一点哦。对啊，看起来好凶，对不对？可是它有三个头哎，它会不会吃很多东西呀、啊？对，它会肚子饿，对不对？把它咬掉。Oh my god！ 盒子了。好了，我们六个恐龙都拿出来了，拆得好。两个头哦，然后这个蓝色的有三个头。我记得这个恐龙感觉它个外个外，因为它喷火是不是？
一堆大碗。太坏了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全部都喜欢。全部都喜欢呢。他说我肚子饿了，小桃子我肚子饿了，哇，我要吃卤肉饭，我要吃卤肉饭。那个也很好吃。那个也很好吃，你有饿了吗？你要不要也吃饭了？不要了，饱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吃饭。好啊，耶、吃饭。小弟六只恐龙都要吃的。六只恐龙都要吃，小桃都要吃吗？要，然后大梅也要吃。大梅大的大梅的大梅的打开了。哇！你要打开的是什么玩具啊？大啊，大飞龙级的，这就炸。对，那你按一下好不好？你看它会做什么？我来看看。哦，它有声音耶。哦，那你加油。看呢？那其他的地方会亮吗？不会。你会戴吗？哦，你戴到里面了吗？对啊。你的手机伸到很里面了吗？它是那个像盾牌一样，里面有个握把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你给爸爸看。哦。它是像盾牌一样，里面可以握住。好，爸爸看一下里面。爸爸看一下里面。哦。对，像小朋友才可以握住。觉得这个哥哥。我一定要亮。对，有亮耶。哦，看起来好坏，对不对？哪有人手到这么大的啦？弱，把你一拳就打到，怎么打到钢铁人了？钢铁人，丢丢！好，可乐，我问你，蜘蛛人的英文是什么？Spiderman。对，然后呢？钢铁人呢？钢铁人是什么？我是谁 ？Iron Man。哇！那你是谁？你是谁 ？Venom。对，好好好。好，那我们爸爸在桌上，爸爸放在桌上，对不对？这里，豆豆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是什么糖果，爸爸看看。啊，巧克力。对，哦，闪电侠。这边还有闪电侠，后面也是闪电侠。这么厉害！哦呦，掉了两颗。噔噔。红色的。它吃吗？它不是红色，它只是一般的巧克力。它吃起来味道是辣辣的吗？不是，是甜甜的。甜甜的，嗯，哦，你说好吃是不是？来看看小唐这有哪些英雄的玩具，我们来看看哦。这里有，这里有超大的 Spider-Man， 还有小一点的钢铁，还有小的 Spider-Man， 还有那个大蚁人，大蚁人，大蚁人，他按一下就会有小蚁人哦。呜掉！哦，你还有好多人有黑豹。Black Panther 对不对？那你知道金刚狼的英文叫什么吗？记得吗？很难哦，你想想看。嗯，我不知道的。好吧，记得。好吧，对。然后美国队长你会讲吗？英文？看不到 America。那蚁人呢？有点难，对不对？记得了，小小兵我也很厉害，我眼睛很大一个哦。怎么办？你太厉害不？你会有什么？你会变魔术吗？会变。我看看。哦，这个声音好像打得会更厉害哇！我被打好久。你的力量太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人就把你打到位。是吗？可是我有香蕉武器哦，香蕉香蕉被打烂掉了，不好吃了啦！你看，你都把我的香蕉打扁了，这样我要怎么吃？哦，这样我吃下去都吃到烂烂的香蕉了，怎么办？来，你去吧。我可是香蕉已经被你打坏掉了。你已经变鸡蛋做里了。啊，怎么办？那你要按一下你这个的。果然你才会变个厉害，好，我按一下你的果然你。哈哈哈哈，我又起来了。弱爆！哦，你都一直打我。弱爆！哦，如果爸爸拿了一个手套，有七个宝石，那爸爸就可以打败 Thanos， 对不对？啊。那小桃的要几个宝石？有六个哦。六个，那如果我拿七个，就可以把你打败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该要我的特大的手套。把你打进去！
爸爸也有拳击手套哦。呜呼，嘣哦！哇，我有六个宝具，你没有宝具，我没有宝具嘣。这样子我力量好像不太够哎，可是我的图案是钢铁人哦，钢铁人可以打败 Thanos 吗？不可以，那我一下就把你打定了。真的哦、我只要按一下我的那个剑客厉害。一拳把你打飞，哦，我飞到我的手痛痛，因为 Thanos 的力量太大了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我的手都耳力，那我要按一下我的指哦，我要飞过去喽，射出一个飞拳，砰啊！被挡到了，我一打到他就发亮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要变出魔法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哪有这么厉害的啦？的武器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绝对可以打败 Thanos， 对不对？你看，哇，哇，那我要按一下我的盾牌，哇，我盾牌破掉了，哦， Thanos 太强了，我被打败了，我生气了，为什么有坏人？那我要打坏人，为什么有坏人？我也有武器，我的武器是棒棒糖，棒棒糖被 Thanos 打了一拳。挡住，挡住我！你挡得住吗？这么厉害！哦，他生气了。你挡住了吗？不，打住！谁这么厉害？哇！我这是星际大战的光剑，我是黑武士的剑。哇 ！biu biu biu biu， 打打打打！你有盾牌吗？我打得动你的盾牌吗？哦，完蛋了！我被 Dino 手套打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我的好朋友来帮我报仇了。哇！浩克巴斯光年，浩克巴斯光年，我也有手套，还有两个。巴斯光年的手套好像更厉害耶。哦，妈妈跑走了啦！你要让她逃走吗？还是你要把她关起来？把你关起来。好，我们要说要来挑战美国队长 Thanos 咯。飞，打住打住！哦，你会挡住？哪有这么厉害的？美国队长的盾牌被恐龙咬走了，哦，他一拳把恐龙打飞了。恐龙好可怜，恐龙哭哭。他咬住我的盾牌，然后就把他打走了。对。没有人打到我，因为我吉吉吉大厉害。对。因为没有六个宝具。我只要按一下我的宝具，蹦。哪有人这么厉害？你一打我的叉子都歪掉了啦！哦。好，我要去准备更厉害的咯，我们下次再看看有谁可以打败小桃德 Thanos， 对不对？不是。